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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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来上上人喽，上上人喽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开播啦！来，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？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？请你到老，你弄我弄他。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。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？被你到老，你弄。我也做过花一样的梦，渴望有人爱有人懂，翻越这人海亿万人之中，期待与你一见钟情。我也有过太多的憧憬，害怕错过与你相逢，聚焦的目光等你在眼中，转身出现你的颜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？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？请你到老一个人守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？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？被你到老。所以我们开播会晚了，大家非常抱歉。我也做过花一样的梦，渴望有人爱有人懂，翻越这人海亿万人之中，等待与你一见钟情。我也有过太多的憧憬，害怕错过与你相逢，聚焦的目光等你在眼中，转身出现你的颜容。我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？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？请用一个词来形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？心之中，让我感受你的不同。我是不是你最美的风景？请用一个词来形容。你会不会捧我在掌心之中，让我与你一路同行？我能不能得到你的恩宠？被你到老，你弄我弄。大家好。咋那么多人，咋那么多宝宝进来问我这件事儿啊？你是富贵吗？朋友，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我给你们唱首歌，你们听听我跟他有什么区别。直播间马上90000人了，一会儿你们听一下我跟富贵有什么区别，好吧？我呢，我呀是富贵的老板。左上角别忘了帮小白牙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哦，欢迎大家来到小白牙直播间，动动我们发财的小手，可以给牙牙点点关注。你们好，我是小白牙。熙熙攘攘，走命运的道场，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，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，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经不留泪方长，巷子太
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催人老，谈不起一如期望，笑谈风霜，留一副冠冕堂皇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。你们总问我你是不是富贵儿，那我想问你一句，你喜欢富贵儿还是小白牙？喜欢富贵儿的给小白牙点点关注。左上角这颗小心心呢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好不好？我们交个朋友，我来自山东烟台，你来自哪里？熙熙攘攘，这命运的道场，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，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，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禁不流泪长，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催人老，谈不起一如期望，笑谈风霜，留一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再对烈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禁不了泪方长，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催人老，谈不起一如期望，笑谈风霜，留一副冠冕堂皇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再对烈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。这样，我答应大家，今天如果我们有10万人的话，我给你们唱富贵版的《天下有情人》，你们看我唱的好不好？还有，你们在我直播间想听什么歌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可不可以？来，在我的直播间，大家想听什么？喜欢听歌的左上角可以帮小白牙点。谢谢鹏哥，感谢鹏哥的嘉年华。我们想听什么歌，可以公屏上来打出来。欢迎我们鹏哥，晚上好。来，10万人给你们唱《天下有情人》的。跟着音乐节奏，我们先来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直播间8万，将近9万位朋友，一起跟着音乐节奏来点点赞，戳戳我们的手机屏幕哦！感谢我们鹏哥的嘉年华。感谢大哥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点点赞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晃啦啦啦啦啦，晃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我满怀的奇迹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
下的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晃啦啦啦啦啦，晃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说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九万人赞好不好，我们把赞赞啊，现在是300多万，点到800万，我估计就已经有10万人了，大家加加油。谢谢宝宝们的点赞，感谢大家的人气票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晃啦啦啦啦啦，晃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我满怀的寂寞。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晃啦啦啦啦啦，晃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说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直播间送来礼物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像孙俪老师啊？其实我是谁一点也不重要，关键是你来到了谁的直播间才最重要。你公屏上要打一波小白牙，左上角大家有没有给我点关注？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我的头像旁边有个关注两个字，如果你觉得牙牙唱歌哎，唱的还行还能听啊，像榜一大哥一样，哎，觉得这个人还行，好像，你就点一个关注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首歌啊，唱的都是耳熟能详的。我们一会儿谁找我？谁？来，咱们再来首歌。想听歌的朋友可以一边想听《天下有情人》呀。咱们今天晚上人要是多的话，我就给你们唱《天下有情人》，好不好？就唱富贵版本的《天下有情人》送给你。或者我们点赞到1000万，我们就唱一首《天下有情人》，你看如何？狂浪阿刁，哎呀，这什么歌呀？都是啊，我的龙门，我唱不上去。点的歌我唱不上去怎么办？咱们点赞到1000万，我就给你们唱《天下有情人》，怎么样？加油加油来！每个花瓣一片一片片飘落在眼前，你的影子一天一点点回荡在耳边，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整片天。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，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那爱发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。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
比天上风筝断了线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你不曾感觉那双为你哭红的眼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。哇，你们点赞点的好快哦，快700万赞了，左上角点了赞的朋友别忘了给小白牙点点关注哦。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，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。多少万赞了，谢谢宝宝们的人气票，感谢谢谢我鹏哥的嘉年华，感谢我们鹏哥嘉年华，谢谢大哥，那大哥破费了哥。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，你们想听天下有情人咱得费点劲儿了，现在马上就要到800万赞了，咱们一口气儿点到1000万，下首歌我就来给你们唱天下有情人怎么样，来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，咱们一口气儿点手机屏幕点赞到1000万，感谢大哥的嘉年华，戳戳我们的手机屏幕来，我给大家唱一下天下有情人，来破费了鹏哥，谢谢宝宝的人气票，今天咱们人气票总努力再拿个第一名来，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同时点击手机屏幕了，加油加油，马上到1000万赞了，900万，900万赞，继续加油，马上1000万了，加油加油，930万，哇厉害，咱们先说直播间的朋友啊，来到直播间的我们有很多宝宝说我不想刷礼物，那咱干啥呀，那我就想听听歌，那你顺便就点点赞就行，点赞不要钱，一个小时每个朋友可以点3000个赞，你可以说我分儿逼不刷就是陪伴也没有问题，你说小白牙我来你直播间我啥也不想干，我就想看你是不是富贵，然后我就想在这儿听听歌，没毛病，只要你开心怎么都行，不就一首天下有情人吗，唱不就完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，哎呦我的妈，现在我们现在粉丝是323万点3，我觉得我唱完这首歌直播间我的人气啊飙升得到100万，哎呀真难呐，现在干个主播呀，这天天得哄你们乐呵，还得努力唱歌，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就骂我就绝我，
给没给我点关注啊？啊？左上角在这个位置，你们给没给小白牙点个关注啊？其实啊，我就是小白牙，我在抖音上都直播3年多了，只不过你们没有刷到过我而已。大数据让咱们有缘分，那你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，你别把我错过了，我可好了。这怎么啊？鬼哥找我是不是？宝满，让小鬼哥哥可不可以稍等一下？我唱完这首歌，然后呢？鬼哥是要怎么收拾我，是跟我打 PK 揍我都行，我都接受，好不好？我先忘唱完这首歌的，因为我们家的粉丝们着急，就要让我唱这首歌。行吧，我都加粉丝团了，谢谢宝啊。来吧，那咱就来一首天下有情人，就唱苟富贵版本的天下有情人，如果唱的不好你把我拉黑。模仿一下他的唱法啊。关注点了没？哎呦我的妈。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伤相随，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，试过以后不再不会，等到红颜憔悴，他却依然如此完美，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，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，还没结果已经枯萎，爱是一滴擦不干收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，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，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，啊哈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一季盛开的玫瑰，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以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，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，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，想有些人再不能够说再会，他们说我没有富贵唱的好听，真丧良心呢。欢迎刘声哥。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，还没结果已经枯萎，爱是一滴擦不干收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，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，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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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谁懂得各种滋味，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一季盛放的玫瑰，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以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，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，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，求有些人再不能够说再会，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，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以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，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，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，求有些人再不能够说再会，
反正我是满足你们了，你们让我唱啥我就唱啥。感谢岁月倾斜，感谢，谢谢鹏哥的嘉年华，大哥破费了，谢谢鹏哥，感谢岁月大哥，谢谢啊，欢迎，欢迎每个直播间的朋友，鹏哥太破费了。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宝宝啊，这个也满足你们了，这首歌是不是？那大家有没有点关注？感谢岁月倾斜大哥，一首歌我们涨了5000个粉丝，我觉得很值得。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再来一首音乐节奏比较欢快的歌，是不是？来，想听什么？公屏上别忘了打出来哟。准备好了吗？继续一起点赞。感谢岁月大哥，谢谢，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。为你我付出什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。来了，想听我唱什么？阿刁啊，我的妈呀，阿刁要老命了，点赞到2000万，咱们唱阿刁行不行？拼命了！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自古是清光最让人难受。也许我命中注定，情海中颠簸。为你我付出什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。就像那飞蛾扑向我，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失魂落魄着了魔，解开我的迷惑，收起你的冷漠，你怎忍心这样做？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慢慢昼夜守寂寞，伤痛已经太多，心已早已伤透，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。谢谢大家，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帮小白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人气票。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自古是清光最让人难受，也许我命中注定，情爱中颠簸。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。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失魂落魄着了魔，解开我的迷惑，收起你的冷漠，你怎忍心这样做？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漫漫长夜守寂寞，伤痛已经太多，心已早已伤透，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。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漫漫长夜守寂寞，伤痛已经太多，心已早已伤透，我已不想再为谁。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漫漫长夜守寂寞，伤痛已经太多，心已早已伤透，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。哎呀，看来谢谢我们刘声哥，感谢刘声哥，看来大家就是还是想听阿刁是不是？我疯了，这个阿刁都简直是要命，我说我唱不上去，每天至少有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点阿刁那首歌。我觉得你们不并不是觉得好听，就是觉得高。有一种
叫做你粉丝就喜欢你翻车系列。来到我直播间很多铁粉们，他们并不是说我唱的多好，抖音上那么多歌手，那么多歌唱家，来我这儿其实我就是个小喽啰，但是为什么来我直播间呢？就愿意听看听我翻车。就愿意看我翻车的样子是吧？那我只能清唱了，我只能选择给你们清唱阿刁了。真是的，怎么还有天下有这样的粉丝呢？你们来我直播间不是找小白眼儿，也不是找富贵，你们是来找茬是吗？就是想刁难我，不是阿刁，叫阿刁难。这首歌以后就改了，叫阿刁难，好吧？来，阿刁，还有点青藏高原的，我看你像青藏高原。就唱一段啊。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，秃鹫一样。歌词呢？栖息在山顶上，阿刁他朝思门前不买阳光，他一壶天茶，我们聊着过往，行不行啊？还挑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都叼不上去。阿刁，你总把自己打扮得像男孩子一样，可比格桑还顽强。阿刁，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，你何时下山？记得带上卓玛刀，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，你很少说话，简单的回答，明天在哪里，谁会在意你，即使倒在路上。刁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是一个唱歌的直播间，你们怎么还来问我带的什么美瞳、口红什么色号、衣服什么牌的？真行啊，你们真是太不把我这个主播当回事儿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给这个主播点点关注啊？哎，管啥呢？再唱首歌。把大哥都叼走了，叼走仨大哥。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你看看，叼没叼上这个关注我不知道啊，我可是把大哥叼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挺气人啊，真是的，怨谁呀这个事儿啊？大哥都叼走了，没给你们叼走，大哥叼走了。月光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，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这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把我
我叼来了。行，年纪比我大的我都叫大哥，年纪没我大的咱们就叫小老弟儿、小老妹儿，好不好？年纪比我大的咱就是大哥大姐。直播间，咱们直播间不论等级也不论礼物刷了多少，只要你愿意来咱们就是兄弟姐妹，你不愿意来你骂我一句你再走啊。越过绵绵的高山，越过无尽的沧海，如果期待依然在，总是春暖到花开。请你轻轻留下来，让梦卷走这尘埃，想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再不还，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过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掉落。五芒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过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掉落。鹏哥说团长说我唱得好听，是不是？他说的团长呢是我们总政歌舞团的这个团长，感谢夸奖。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再不还，一座山翻过一条河，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过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掉落。五芒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山翻过一条河，走过千山万水永不寂寞，你来过年过被传说，百里杜鹃不掉落。感谢我们点关注的朋友啊，这个团长说我唱得好听我已经很开心了啊，这个也感谢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宝子们都在公屏上打得好听，我觉得你们说的是对的，你们没骗我。咱们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，我们别忘了啊，左上角给小白牙点点关注哦，这个事情蛮重要的，这样我每天开播九点开播你就能找到我了。今天呢我迟到了几分钟，是因为酒店的网络不太好所以晚了，非常抱歉。谢谢小白牙，我爱你。谢谢。没有富贵唱的好听，没事儿，在我直播间朋友放心，你们随便说，你们有谁谁谁唱歌好听都行，你千万别说你比谁谁谁唱歌好听，我呀谁也比不上，你就说啥也不是，你没谁唱歌好听，哎，这样挺好，但你千万别说我比别人唱歌好听，这样就不对了啊。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啊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。那你们还想听什么歌？只要不唱阿刁，咱们都能受得了。一唱阿刁，是真受不了啊。来，我搜索一下，小鬼哥他在连线，他在连线，一会儿呢，我们再跟他连，好吧？你太谦虚了，我不是谦虚。我本来就啥也不是。来，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把啥也不是四个字扣在公屏上。他会魔法吧，
子吧，不懂得悬崖了吗？让我体会吧，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野花，遗憾是一些桃花。鱼儿飘啊飘啊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的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。来人气票，兄弟们，所有有灯牌的兄弟姐妹，不管一票人气票啊，还是600票人气票，咱们现在来送一送，加油。让我无法自拔，不懂得悬崖了吗？让我体会吧，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野花，遗憾是一些桃花。云儿飘啊飘啊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的怀抱，爱的每天我都是煎熬。云儿飘啊飘啊，船儿也摇啊摇啊，请带我去远方，再看看他的笑吧。现在我无依无靠，失去温暖的怀抱，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。第几名？是不是第一名？棒棒的，棒棒的！恭喜我们拿下人气榜的第一名。谢谢宝宝们的每一个人气票，感谢大家破费。谢谢宝宝们的人气票，谢谢你们的，不管是一票还是600票啊，谢谢宝宝们，太好了，优秀优秀，谢谢大家。哇，我们打了这么多，厉害。谢谢谢谢宝宝们的祝福啊，就七万多人了，咱们唱一首早安龙回吧，行吗？还想听什么歌点一下，我们把赞赞点到2000万好不好，一首歌大家戳屏幕，我们每个人点300个赞行吗？拜托来捡点赞喽。让我在深情的点点赞，直播间的朋友每个人点300下来。让我在深情的望着你，早安我的 baby， 你帮我迎接灿烂的曙光，迎接崭新的黎明，是你给我无穷的力量，勇敢地向前行，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你，早安我的龙回。让我在深情地望着你，晚安我的 baby， 你陪我进入甜蜜的梦想，放飞美丽的心情，是你给我贴心的温暖，聆听着你的呼吸，我要对你说声点点赞，晚安我的 baby，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，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
你是晴天，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陪伴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小安我的龙辉。300赞完成了吗？现在我们的点赞是1700万，还差300万哦，不然咱们再点300下行不行？再点300下，今年你最少赚1亿，弄好了赚10亿，希望再来300下。点赞能报销吗？不行，我亲亲你的小手呢。让我再深情地望着你，早安，我的 baby。 你伴我迎接灿烂的曙光，迎接崭新的黎明。是你给我无穷的力量，勇敢地向前行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你，早安，我的龙辉。点赞来。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。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陪伴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早安，我的龙辉。早安，我的龙辉。早安，我的 baby。 我们这个发财的小手点的果然够快，再有100万赞，咱们就点到2000万赞了，厉害厉害，辛苦咱们家宝宝们了。也就是说，看直播呀没有门槛儿，但是点点赞不花钱。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，哒哒啦噔噔。谢谢我们点赞的宝子们啊，谢谢。点了300多下了，辛苦了宝，辛苦了。来。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你们想听小白牙给你们唱什么？人生的道场是什么歌啊？我的楼兰左手指月，可能后海酒吧，我的妈，怎么不点死我啦？这个可能啊，就是哎呀，真的是要我命啊！天天这主要是你们点的那个后海酒吧323，但是我的楼兰咋那么烦人呢？一会儿我给你们唱后海酒吧，行不行？2000万赞的时候咱们唱后海酒吧。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，来点一点。《花使者》《黄土之恋》，你看看他们这来点学的。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，可能时光被吹走，从此无影无踪。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，可能在昨夜梦里依然笑得纯真。可能北京的后海许多漂泊的魂，可能成都小酒馆有群孤独的人，可能枕边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，可能夜空有流星才能照你前行。可能你们最好帅。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笑着流出泪。某天
时辰。欢迎一姐，你们点了多少赞？可能你们就点了500个赞。可能我唱的还行，可能你们还没给我点关注呢。可能瑰丽有愚蠢为你迷茫点灯，可能在胡乱草原牛羊流成风景，可能再也找不到愿意伤心的人，可能穿越了彷徨脚步才能坚定。可能武当山道上有人切成攀登，可能周庄小巷里忽然忘掉年轮，可能有多年以后才能看清曾经，可能在当时身边有双温柔眼睛。来点赞。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可能终于有一天刚好遇见爱情，可能永远在路上有人奋斗前行，可能一切的可能相信才有可能，可能拥有过梦想才能叫做青春。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我们现在已经点了2000多万赞了，来，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咱们聊，简单的聊两句，然后我给你们唱后海酒吧，行不行？没点关注的，在我头像旁边有个叫关注俩字儿，你可以点上，然后咱们互相了解一下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是怎么认识小白牙的？你们是怎么认识我的？我是想连麦，没有对手啊，现在连了好几个，他不接我麦，你烦不烦人？你说，你们是怎么认识小白牙的？然后我给你们唱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给你们唱《后海酒吧》，因为小鬼认识我的是吧？就爱看你自信的表情，不认识我呀？那咱俩认识认识不就完了吗？后海酒吧，后海酒吧，来，咱们来首后海酒吧。明天早上我就回去了啊，回到烟台了。在唐艺大舞台上认识的小白牙，通过百变小飞认识的小白牙，还有通过富贵认识的小白牙，通过大欢老师认识的小白牙，就没有自己进来，就是没有我从道边捡来的吗？咱们直播间的宝宝，你们通过那么多大主播认识我，就没有一个是通过缘分的吗？哎呦，来一首后海酒吧送给你们啊，缘分啊。来，富贵介绍的呀，谢谢富贵啊，谢谢唐毅，谢谢百变小飞，还有通过德云社。夜深时候我来到酒吧，遇到了美丽的她，温柔的她又帅气短发，她眼睛会说话，就在那后海的酒吧里，情人们说着情话，我躲在角落里一个人虚度着爱情年华，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，我相信这就是缘分啊，不是那古老神话，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，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，希望我带他回家，就在后海酒吧。我呢是通过抖音认识你们的，不管呢在我直播间刚刚来的还是一直在的，都喜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夜深时候我来到酒吧，遇到了美丽的她，
温柔的他又帅气短发，他眼睛会说话，就在那后海的酒吧里，情人们说着情话，我躲在角落里一个人虚度着爱情年华。浪漫的后海酒吧，有着我心爱的他，我相信这就是缘分啊，不是那古老神话。我们又见，感谢我毛毛哥的开场打了吧，感谢毛毛哥。哎呀，等我一下，哎呀，就一个火箭，你哎呀，两个啊，两个，一个，哎呀。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兄弟们，他有火箭，你看他就跳舞，这好过分哦。那我不会唱歌、怎么办？那你说吧，你今天有大哥。我的妈，江湖哥，你发10000朵币红包干啥呀？感谢大哥的红包。来，那欢迎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！行，你说咋玩吧？今天你有大哥，咱你说吧，你想玩啥我都行。我可不说，你今天有大哥有条件，我不说话。哎，大哥在哪儿？在榜上呢，咱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有玩到好玩的吗？最近我一般玩的，今天就是谁输了，谁把一条眉毛用粉底给他涂白，然后表演才艺。老天爷，现在都玩这么狠的吗？咱这样，咱俩谁输了带特效展示才艺，好不好？就是对方选择特效。好，可以。行，那重连吧。好 ，OK。开场第一局 PK 啊！感谢某某，感谢我江湖哥的闭麦，感谢我江。宝宝们，本来你说我要唱歌的，老是打扰我。那我把这首后海酒吧给你们唱完啊，不耽误啊。咱有大姐，她没事儿。不管咱们有兄弟，我们直播间这个马上7万人了，加一块儿得有这多少级啊？都得70万级。有着我心爱的他，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，希望我带他回家，就在后海酒吧。不怕的兄弟们，棒棒糖大队揍他。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喜欢听歌的可以给小白牙点点关注，喜欢看跳舞的可以给对面主播点点关注，别浪费了咱们的流量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谢谢一姐。棒棒糖分队可以冲锋了。浪漫的后海酒吧，有着我心爱的他，我相信这就是缘分啊，不是那古老神话。浪漫的后海酒吧，有着我心爱的他，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，希望我带他回家，就在后海酒吧。谢谢我们家的棒棒糖小分队啊！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我们可以看看热闹，可以喊喊加油，可以送送棒棒糖，可以送送各种礼物，也可以来点点赞，更可以说我唱的不好，随便骂我。那还想啊、什么？还有想听什么的？你看咱们家那么多小白号啊，那我想问问大家，大家会点关注吗？如果你们觉得小白鸭唱的还行，在小白鸭的头像左上角头像的旁边有个关注的位置，别把我错过。每天9点我开播，你可以来直播间跟我一起互动啊、好不好？成为我的兄弟姐妹。谢谢谢谢心玉啊，谢谢送来礼物的朋友。我的楼兰我唱不上去呀、宝贝们，这个歌牙牙唱不上去。那我们来首鬼迷心窍哦。想听吗？
人生的道场不就一半疯了一半算了吗？你们真会给这首歌起名啊。行，那就再唱一遍这首歌，一天别说雷阵雨唱十来遍了，我都得唱好几遍。来，听闻远方有你啊。好，一会儿再给你们唱听闻远方有你，好吧。来，准备好点关注点赞了吗？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，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，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，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情不留泪日方长，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催人老，叹不起一如既往，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穷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。好听吗？咱们觉得好听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哈，我们可以送一送小棒棒糖或者小心心或者是点点赞，一起来助力一下。谢谢我们大哥大姐们的礼物啊，谢阿荣、依依姐、小歪、公子哥、梅子姐、海天哥、恋海姐、天空姐、人生人生正道、金刀。嚷嚷这命运的道场，好听的话点个关注加个粉丝团呗，少一片空旷，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，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，等会儿刚才有人说我装清纯，中间插播一段广告，我今年33岁。哎呦我的妈！有没有想吃软饭的？那酒杯太浅，情不留泪日方长，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不是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催人老，叹不起一如既往，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再对烈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情不留泪日方长，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催人叹不起一如既往，笑谈风霜留一副冠冕堂皇，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再对烈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。有个朋友说粉丝团怎么加，宝宝们在小白牙左上角小白牙头像旁边有个关注的位置，谢谢陈阳，关注的位置你点完之后会出来加个粉丝团就可以了，前面就会有小白牙三个字了啊。你们还真想吃软饭怎么的，我那离异6次有11个儿子
那能你们能接受得了吗？还吃软饭，那软饭也挺硬的，你胃不好，你这十一个儿子谁能受得了啊？天哪，隔壁的我都不好意思看，你别在那，你别在那说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就在那装，你都那眼珠子都得掉下来了，你都哎。我们别忘了给对面的小姐姐点点关注啊！谢谢阿南大哥啊，谢谢好好先生，谢谢大家的每个小礼物啊！现在有加成了，有小礼物的可以这个往前送送，家里有矿啊，就有矿就喜欢十一个儿子是吧？八个狗崽子怎么变成了十个儿子？感谢我们硕润老板，谢谢老板送来的火钱，十一个都是我的。正好培养一个国足，回去回烟台我就给他们吃海参。感谢硕润老板的火箭啊，回烟台我就给他们吃海参，你看吧。也不知道我的儿子们到没到场啊，真的。还有五十多秒，守塔了。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欢迎来到小白鸭直播间，能唱，能唠嗑，左上角别忘了点关注。喜欢跳舞的给对面点点关注，喜欢听歌的可以给小白鸭点点关注。感谢我依依姐，谢谢孙润老板，谢谢我们海天哥，感谢夕颜姐、公子哥、小歪，谢谢我真然姐、宁姐，感谢阿南，谢谢我们水姐。今天对面的挺讲武德，没有啪一个左边腿，啪一个小头塔。谢谢宝宝们啊，谢谢小白牙，能不能跳段舞？疯了，你们是疯了吗？就是啊。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一会儿别走啊，我给你们跳舞。我比对面跳的好，跳的好看。我来开个麦，谢谢我们所有送来棒棒糖还有各种礼物的兄弟姐妹。牙有没有看到？因为我个外号叫瞎牙，动不动就看不见大家的礼物，别跟我一样的啊。开麦了，开了。你好，开了。你好，对面小宝贝。哎，宝贝，你罚吧，宝贝。你自己选个特效带上，你跳舞吧。来。选一个，把美颜直接关了得了。来，说对面宝宝啊，咱们直播间宝宝，直接把美颜关了跳来。对面的宝宝跳舞特别好看，比我跳的强。喜欢的点点关注。这是过完美颜的样子，什么不要不要，要什么？兄弟们，小白牙一辈子也长不了他们这个身材，所以说在我这儿看不着的，在王林都能看着。不喜欢小白牙的，给王林点点关注。OK， 行。
身材真好。兄弟们，小白牙一辈子也修炼不成他们这个样子。听我说谢谢你、嗯、因为有你，感谢对面一姐的祝福费。感谢一姐又破费了。行，什么意思、啊、大姐不好是从双击宝的音乐给我挣钱，真的是服了，真的是谢谢谢谢白牙，感谢对面的姐姐。好好，我们宝宝们，我们喜欢王林，别忘了给王林点点关注、啊、谢谢，咱给白牙点关注。 那我走了，特别好听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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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他是不是用那个特效跟我比谁牙大呢？有一个47级大哥看了你半个小时，涨了16000的粉丝，你是不是在那吹呢？啊？噔噔，有一个小姐姐要跟我打 PK， 哎呀！现在想找个对手真的挺难的呀。我就喜欢胖的，我像赵丽颖，我还像谁呀、啊、我还像谁呀、啊、宝宝们，你们总说我有长张明星脸，你们看我还像谁？来，那我们再连个人啊，我们再连个人看看能不能接麦啊。来，听闻远方有你哈。一边唱歌咱们一边找朋友，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我像孙俪啊，我不像你的心上人吗？听闻远方有你，动身跋涉千里，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，陪你走过南北东西，相随永无别离。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歇息，像风走了万里，不忘归期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我还是那喜欢你，想与你到白头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温柔。感谢我依依姐，谢谢我们点关注点赞的朋友啊，点关注的位置就在这里，我手指的左上角有个关注两个字，点完关注之后还可以加粉丝团哦。你宝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喜欢。我想证明的就是，女人不管多大年纪，都要活泼、开朗、健康、向上。听闻远方有你，动身跋涉千里，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。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，陪你走过南北东西，相随永无别离。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歇息，像风走了万里，不忘归期。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我还是那么喜欢你，想与你到白头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
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我还是那么喜欢你，相遇你都白头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温柔。好，一首咱们听闻远方送给大家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哎呀，好久没进啊！上次你欠我的东西到现在还没寄过呢。小白牙，老哥哥，那个、我看见你去那个周至水街了，白牙。周至水街是哪儿？我没去啊。怎么？你在木森舞台上唱歌那个不是你吗？你瞎呀？我啥时候去过呀？你去了，我看见你去了，而且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上台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就说你今天想怎么挨揍吧。哎呀，你一听听的，这来不来就说要我要挨揍，一听听的，能不能好好说话嘛？咱们搞几首歌曲。首先，第一，你惩罚还没有给我做呢啊。然后呢，第二，哎呀，那个事情，那个我左搞右搞，左搞右搞的，那个到现在我都说实话，都记不起来了。你应该也记不起来了吧？我能记起来，回头我就给你发地址，好吧？就这么定了。记那个什么来的？嗯？给你记什么来的？你们的特产啊。那个上次本来说我把那个羊皮挂给你寄过去，然后后面又在红豆那里没要过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从来不夺人所爱。那我们就换一个，反正惩罚你必须做。土特产可以的，随时有。好，位置给我发过来，好吧？好，那没问题。啊，位置发过来。今天咱俩来一局吧。来吧，没事。来一把榜一百，怎么样？玩吧。好久没打榜一百了，好久没打榜一百了。说实话，既然你小白鸭要打榜一百，你想好没有？我也可以打榜一百的。嗯，可以啊。打中榜还是榜一百？榜一百就行，总榜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你家要上气球还是上跑车还是上飞机？说一下，问一下。我家就是火箭都能上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我好准备一下啊，那个到时候你家上啥，我这边好准备。好，你们家上啥，我就跟你们一样。啊，榜一百是不是？上次打的腊肉，对，榜一百。啊，上次打的腊肉啊，然后好久了，没猜错的话，三个月以前了，都是。嗯。啊，然后我说把那个羊皮挂给小白鸭给寄过去，然后我那个羊皮挂一直在红豆那里啊，一直在他那里。没关系，我们不得而所爱，没关系啊，可以，送别的，到时候你一起送过来就行，但是你必须得送啊。啊，可以的，打榜一百，打榜一百啊，来挂了，重新好。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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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，咱们宝宝们不要那么大节奏啊，挂了干啥呀？为什么要挂呀？正是因为他滚刀，所以才要教育他。噔噔，咱们不能这样啊，不要指挥我啊，宝宝们啊，不要做指挥官，好吧，宝贝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按错了，南瓜在哪？这好，来吧，闭麦，闭麦。打他榜一百气球都够，应该是吧？热气球吧，咱们就热气球吧，宝宝们来。不用保时捷，贵，热气球就够用了，感谢啊，还有火箭，谢我海天哥，谢谢。
来，咱们一边一边玩。我们是打榜一百的，榜一百名需要一百位兄弟啊。我们有热气球的，我们可以送送热气球，咱们就跟打热气球就够用了，好吧？来。哇，这就是保时捷。胖了你那么丑，我梦你那么丑，见你一面就能把你刻在心里头。每当夜深的时候，是想你的时候，分分秒秒期待着你给我的温柔。胖了你那么丑，我想你那么久，不知何时才能把你拥在怀里头。期待着能一生长久守，只想一生一世拥有着你的温柔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破碎间的真的伤而没那么容易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我会珍惜和你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感谢我们神秘人大哥，谢谢大哥的火箭。宝宝们，跟打榜一百的，我们现在热气球就行了。谢谢大家的火箭、保时捷、大飞机。盼了你那么久，我想你那么久，见你一面就能把你刻在心里头。每当夜深的时候，是想你的时候，分分秒秒期待着你给我的温柔。等了你那么久，我想你那么久，不知何时才能把你拥在怀里头。期待着能和你一生长相守，只想一生一世拥有着你的温柔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破碎间的真的伤而没那么容易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我会珍惜和你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谢谢后天哥。和你相爱真的不容易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我会永远把你藏在我的生命里。感谢大家的热气球，我们是打榜一百的哦，有热气球我估计就够揍他的了。谢谢后天大哥送来的马车，感谢我们神秘人大哥的火箭，谢谢海天大哥的火箭，谢谢大家的飞机和保时捷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破碎间的真的伤而没那么容易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我会珍惜和你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茫茫人海和你相爱真的不容易。我爱爱爱你，我爱爱爱你，我会永远把你藏在我的生命里。谢谢大家的飞机、保时捷、热气球啊，还有各种的礼物啊，咱们家直播间的宝宝啊，千万不要因为连线而不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身顶呱呱就欠咱们礼物，那么我们虽然以前有节奏，但是欠的得让他还。所以啊，大家不要不开心啊，他也其实都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所以呢我们原谅他好不好。咱们来听歌就行了啊，来听歌。谢谢我们硕润老硕润老板啊，我们给发红包的硕润老板点点关注。刚才那首歌叫真的不容易，好听吗？好听的可以给小白牙左上角点个关注啊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争取有一天牙牙也有一首歌比对面的南瓜哥哥还要火好不好。牙牙没有作品，至少南瓜哥还翻唱火一首歌，对吧？现在咱们的榜一百是644票，我们的榜一百可不可以到1000票啊？我估计差不多能赢他，行吗？刚才有一个大哥在直播间跟我说，说我喜欢你的这种不是很妖艳的这种造型啊，就是其实谢谢大哥，我不是妖不妖艳，是我压根儿也没长那个脸和那个身材，所以说我可能更适合做一个你的邻家啊小老妹儿，或者是邻家大姐姐的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谢谢胡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啊，咱们给发红包这位大哥点点关注啊。
后天大哥，后天大哥是需要点关注吗？还是想听听歌？啊，后天大哥是零关，那我们给后天大哥也点点关注好不好，宝宝们，给大哥点点关注。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今天不唱了，再唱就累死了。嗯，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。啥区别啊？他翻唱的那首歌你们忘记了吗？就是陪你到永久，是吧？这首歌陪你到永久。看看我们的榜一百能不能到一千票，大家试试好不好？我就不喊太多了，陪你到，与你到永久啊，与你到永久，说错了。噔，你们不喜欢小白牙的可以给对面点关注啊，我一点都不小气。这小老弟儿说话就是好听，我不是小老弟儿，我是女孩。谢谢后天大哥，宝宝们给后天大哥点上点关注，使劲点。谢谢大哥的马车。风儿轻轻地吹，雨也绵绵下个不停，望着走过的脚印，又崎岖又平静。看着你的眼睛，我最熟悉的表情，一路上有你，因为有了你，人生旅程不再冷清。迎着风，迎向远方的天空，路上也有艰难，也有那解脱，都走得从容。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所有，将我的心放在你手中，陪你到永久。唱的不好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。小白牙有没有一米五？没有，我一米四九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铁弟们。花儿开在雨中，雨水浸湿你的眼眸，怕我说的太晚，让你如此的承担。面对岁月的恨，对你已经无法割舍。我们的榜一百才629票，我是不是得认真点了？我是不是认真点了？我们的榜一百才629票，我们的宝宝们，我们的一千票到榜75，还差25名的宝宝有一千票。还有没有25名宝宝可以到榜一百的？小白牙找男朋友了吗？没有，不敢。那个，没有吃软饭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左上角小白牙的观众没有点的，大家可以点一点啊。这个宝宝们，我们可以看榜一百还差25名，还差25名，可不可以加加油啊？我没有使劲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不会太难哦。嗯，谢谢谢谢宝宝们啊，小弟唱的真好听。我不是老爷们儿，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小弟？我是女的。榜二大哥，刚才送马车的这位大哥，牙牙想问你，你说句实话，我像老弟吗？来首一路向北。我们一姐海天大哥，我像老弟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我们多少票了？我看一下，还有十秒钟，嗯。还有十秒钟，我们的榜一百，663票，进步了，涨了40票，663票，我感觉咱家是必胜，嗯，你是我们的小可爱，谢谢大姐，谢谢我们大姐，感谢我们榜一百上的朋友啊，谢谢你们送来的礼物，后天大哥、神秘人大哥、海天哥、夕颜姐、上海开心姐、贤姐、秋冬姐。北风子妹妹，谢谢我们蛋糕，感谢栋哥，哎呦，我们家大姐们又破费了，谢谢咱们家大哥大姐们，谢谢你们的热气球，我不是小老弟儿。
我不是小老弟儿，我是小老妹儿，而不是因为急不急逼的问题，知道吧？直接把他拉黑了。你好啊，人家愿意跟南瓜玩，为什么跟我玩不跟你玩？那是因为南瓜人家觉得为人不错，知道吧？南瓜直播间几千人，人家有几万人，人家怎么不跟你玩？哎呀，别说话，带着节奏有人受罚，是不是？人家愿意跟我玩，是觉得南瓜这人可以，像大帅哥是吧，咸鱼哥？知道吧？不是急不急逼的问题。哎、对面的小哥哥，开麦开麦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你们谁又去损他去了？好了吗？人家愿意开麦了吗？说明人家觉得南瓜这人可以而已，知道吧？人家怎么不跟你玩？一听听的，瞎带。开麦了没？来，开个麦。感谢啊，在这里感谢我虎哥，感谢我郑康哥，感谢我浙江哥，感谢是那个，感谢。真墨迹，你们是不是上人家直播间去损人家去了啊？南瓜哥在那巴巴的，你说完了吗？啊，那个节奏太大了，节奏太大了啊！有人说不是一个级别，我说是的，不是一个级别。你就不要墨迹了，你受罚就行、啊。一会儿你再回去跟他们说。啊！气死我了，搞得我家都不敢上票了。上次我罚你啊，我不罚多，20斤腊肉给我寄过来。啊，位置给我发过来。好，一定寄啊。啊，位置必须给我寄过来。好啊，小问题，这个都是小问题。拜拜，让你尝一下我们土特产的腊肉，味道哈不哈辣瘦，好吧？拜拜，嗯，再见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他是确实有点墨迹，有点墨迹了啊！我没去，你们别叫我小老弟儿，我不是你们的小老弟儿，我是小老妹儿。我们给榜二上大哥点关注啊，好不好？给榜二大哥点关注。那你们还想听什么？有很多人说他滚刀，咱们家宝宝们不要这样啊，不要这样，没关系的。咱既然能出来玩，那没关系啊，我们认识一些主播就好了，没必要把情绪都带出来，然后不开心让自己没有意义的，就玩就行了。那我们看看还有哪个宝宝比较有意思啊。点歌的朋友可以飘屏，点歌的朋友可以飘屏，分辨不出来男女啊。不必费心地彼此说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有我是不是？乌哥好，点个言而无信呗，那首歌我不会唱啊。谁点的左手指月？繁华我也不会唱，谁点的左手指月啊？你们都是来点穴的吧？阿刀会吗？那叫阿刁。小老弟儿，你真帅。这应该是个小老弟儿。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一堆节奏说我是个老爷们儿呢？太可怕了。
两一。他们都在干什么呀？你忙啥呢？我直播间7万多人说我连你，你给我挂了两次啊！不是啊，白牙，我是不好意思接。我为啥？我这人吧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咋的了？可能就我这人比较自卑。为什么？你可能我屋里边人气高的时候，我就说是玩玩都行了。但你有时候你屋里7、8万人，你给我发，我接有心里有压力，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你可拉倒吧！不是真这样，我也不会。就是我昨天也7万多、7、8万人连你，今天7、8万人你都不接。真事儿，兄弟们，今天人白牙，昨天人白牙屋里边7万8千人给我发 PK， 我爸给拒绝了，我确实没接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因为我怕我怕耽误人白牙直播节目效果，我说别连上我，连上我之后给人整掉人气了，咱不成罪人了吗？真事儿，我没跟我家粉丝讲这事儿，我都。然后今天人气高的时候又连你，然后你还又不接。我不是没接，这今天我想接没接上，我他们说今天上他们说他不愿意跟你玩。谁以后是再说出这种话，你直接往出杀就完了，直接往出踢。我跟你说，我直播间里边千万切记啊、哦！我就宁可以后我扇我自己嘴巴子，我不可能不跟小白牙玩。哎，对，下次我10万人连你的时候，你马上你就接，听没有？我必须接。行行行，那你要说这话，我就没有心理压力了，就完了，行、不？我直接接就完了，你看行不行？那个，他们说你今天结婚了，跟那个雷震宇。嗯呢。打 PK 输的奖励啊，老雷那人的不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你俩关系好不好啊？咱不是说那种、说是那个背后粘人的那种人啊，是不是岁数大了嫁不出去了？他也。那我感觉老雷就是再嫁不出去，也不能选你吧？你先听我说，你不知道当天的人的局势是怎么样的。那天是咋事儿？我俩打了把 PK， 说定把奖励的，我说定才艺呗，才艺局呗，咱俩打。嗯，不行。咱俩打一把结婚局，我说什么叫结婚局呢？你输了，你给我穿上西装打领带，我就闹着玩呗。我说那你输了的话，你穿婚纱吧。行，他说行了，我就好像感觉入了他道了，好像是我这。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他也。哎，那你今天要是输给我了，不是？你说说说咋说说？你要是输给我了。嗯，你就跟我求婚，完了你反手给我拒绝了。再说看心情吧。求婚呗。啊，跟我求婚。那你失败了呢？我失败了，你定。你要失败了，选择一天你有时间的时候穿婚纱直播。好，咱就把婚纱准就完了，行不行？穿婚纱。好。行不行？行。OK。说怎么玩？怎么玩儿？榜一百，还跟我打榜一百？哎，兄弟们，上回打榜一百，那我俩差多少分的？兄弟们，差老些了。你确定跟我打榜一百？不不不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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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问我，你等，你看你这人口就急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啊。东哥，这歌我也不会唱，东哥，你再换一个。打榜200。确定打榜二吧。那兄弟们就打榜200的干不干？我是行。你行不行？打总票干了，这别说了，总票。我整不动他可完了，总票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吹牛，虽然我们家条件不像那么猛啊，我们家有绝对的守护大国。你别低调了。但是我们家榜十、榜一百、榜二百都能打，能打多少票咱不知道，但都能打，我们都不怕输了，我也不怕输，但是我们家都能打。打总票，总票整，好不好？总票好 ，OK。行。多长时间？5分钟、10分钟？听你的。
五分钟，五分钟行。嗯，代秒吗？代秒。多少秒代秒的？五分钟就最后十秒，最后三十秒呗。OK。来，李妹。来吧，兄弟们。吓唬他。榜一百、榜二百和总榜，我啥秒啥，搁啥秒就吓唬他。记着了，兄弟们，咱家不管是总榜、榜十、榜一百、榜二百，输可以，但是怂不行，就是吓唬他也得吓他，给他码个数字儿。小老弟儿大气啊，谢大哥。直播间所有的兄弟，动哥的点穴手法真行，一首歌都没中啊。动哥你是来捣乱的不、啊、直播间所有兄弟姐妹，不管是小心心还是棒棒糖，瞄准对面那个老爷们儿，给我打他。谢谢卡宾，谢谢文文，感谢西元姐，谢谢张姐，不能嫁给他。不是嫁不嫁给他不重要，你能不能别点歌了？你点一首我都不会啊。七万多人咋剩四万了？那么正常吗？抖音爸爸给你推流，你人就多；不给你推流的时候，直播间就是铁粉了。我敢说，现在直播间四万多，基本上是小白牙铁粉了。有的可能是不，谢谢动哥的带火箭，我有条件。谢我海天哥，有的时候啊，咱们剩多少就算多少，直播间就剩三千人，我都捡着了。所以我的心态特别好，特别感谢能留在直播间跟我一起加油的这些兄弟姐妹们，够用，足够用了。抖音爸爸对我足够好了，我一个300多万的这个粉丝的主播，我直播间能有这么多人，那是我的福气呀。我妈说我家肯定祖坟冒青烟了。那直播间那几万人不是我的贵人啊，没有你们的话有啥小白牙啊？小白牙是个屁。哎呦我的妈，看我们家现在一级粉丝牌、二级粉丝牌的那么多，说明了啥？说明他们看得起我，是不是？谢谢我宁姐，是送不送礼物不重要，重要是看得起我，消费一毛钱了。你直播的气质不错，谢谢大哥夸奖。你多飘两个屏，哥，你多飘两个屏，你涨的关注就快。动哥知道退票口吗？对面有两万多人，没事，咱家五万多人揍他够用了，来，一人给他一杵子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人给对面一杵子。谢过来，感谢我们神秘人大哥。给他一杵子。接话，你们是想听我过程，别的接五分钟过程我就别那啥了。谢我们送送小白牙是条狗。这个张一鹏大哥，你这不是拉仇恨的吗？我们都是牙，都是一样可爱的，不能比较啊，我都不如人，我一直都是不如别人，我从来没有比别人好。谢谢大哥的厚爱。大哥你别飘屏了，你有那钱你能不能上点礼物啊，你巴巴的。谢谢我们神秘人大哥的火箭。这个47级大哥你别飘屏了，你有那钱能不能搞根火箭呢，你在那巴巴的你。对面还手了啊。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，欢迎大家秒没条件。来，咱们直播间所有铁铁们走进直播间的，没有给牙牙点关注的，我们可以点一个关注哦。来，准备好用手塔了，谢谢我们哈三五大哥，感谢丽姐的宇宙之心，恭喜丽姐16级啦！
感谢我心愿姐。准备收塔了，这是我一姐的马车。哎呀，蚊子又打了大炮，又打了蚊子，恭喜我们丽姐升十六级了。谢谢依依姐的大马车，对，撞他。谢谢我依依姐，感谢夕颜姐，谢谢神秘人大哥，谢谢丽姐，感谢海天哥，谢谢栋哥，感谢头头，谢谢真然姐，谢谢贤姐，感谢秋冬姐，谢谢我们送来每一个棒棒糖和礼物的兄弟姐妹，谢谢。打字忘守塔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大姐大姐在呢，大姐在呢啊。哎呀，又输了对面。白牙子，我来了。来吧。准备跟我求婚吧。求婚，我这我放个曲儿啊，我放个曲儿，放个曲儿，放个曲儿，放个曲儿啊，等会儿啊，找个音乐啊，看看啊，嗯，好，那我可来了啊，来吧。哎，我搁哪儿去了？在这儿。每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我脑中又蹦出了千言万语，但又不知向谁诉说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跟谁表白呢？看着我。今天终于知道了，是他，那一个能够把自己最大的优点变成自己名字的女人。小白牙，他可能在这个虚拟的互联网当中有着很多的称号，大家可能有很多的称号当中认识了他，但是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永远是那个人。白牙，他变成千万种面孔，化成灰依然都是那一位。今天我想到了直播间屋里边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屏幕有多少人，我当着所有的粉丝面，我想大声地说出那几句话。小白牙，无论海誓山盟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无论有没有人要你，在这个互联网当中，只有我对你是真心实意，而也只有我想对你说出那几个字。你能嫁给我吗？滚一边去。这玩意儿什么手里边没钻戒啥，这等到这玩意儿吗？听到我的回答了吗？没听着，大点声。滚一边去！我说。可能，你说你让我滚一边去。我用着你了，老天上没有老爷们了，我嫁给你。你一天头发不咋多、啊、你还跟你呢，你人家说别人地中海，你海中地儿，我跟你也就老雷吧，换一个人都不能跟你。感谢夕颜送出一号。家人们看没看到，这就是深爱我的证明。他从来不会对任何一个男主播。你还搞个劈腿，你扎俩小辫，你还搞个劈腿，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女人的话都是相反的，爱之深，恨之切。拉倒吧！家人们，我是舔狗，他怎么骂我都喜欢。家人们，我承认我是舔狗。这宝宝表白太老练了啊！哎、第一次刷到我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一单车你。我是代表了咱们直播间你喜欢你的粉丝们的那种心声，能明白了吗？祝福我在这里面真心的祝福你跟老雷能够天长地久，好吧，我就不插足了，祝你们幸福、啊、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那边媳妇等着急了，好嘞、哎、对对，再见，祝你们过得幸福，早生贵子。哎呦我的妈，他挂得还挺快。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稀的让他跟我表，江抖抖要拔牙，他配吗？
么拔牙？呸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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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还要挑战我呀？谁要拔牙？赶紧让他过来吧！那边的人说你都吃醋了，就是说天下就剩那么几个老爷们了，我没找不着了吗？咱家直播间那么多好兄弟啊，不能找吗？是不是朋朋友友的？谁找他们呢？我是之前怎么跟直播间兄弟们说的？兄弟们不能找主播，因为主播有美颜和瘦脸，现实生活中长得一个比一个丑。那男主播不一个道理吗？他们一个比一个难看，那小个儿一个一米四，一个一米五，谁干呢？要你你干呢？哎呦你妈！想娶我们家小老弟儿，门都没有。你的歌声一会儿涨了2.4万粉丝，你这干数兄弟，你是干数据的呀？你说的很对，对呀。我不跟你们说了吗，宝宝们，不要找主播，看看主播就行了。像我都是美颜都得开到10级，不然私下里长得真的很丑，不咋好看。为什么都说主播找不到对象？一般都是现实生活中长得巨丑的人才干主播，但凡长点好看的都有工作，找个班上。抖抖说等三分钟把你啊，你让上一边，谁等他？他是干什么的？不等。哎呦我的妈！豪哥哥下播了，宝宝们，豪哥哥下播了，我给你们简单的唱首歌好吗？简单唱首歌啊。当当当当当，我只静静听歌，这回不点了，哥哥。一休也没接麦，今天好多人连麦的他们都没接，然后有的在做节目，因为他们现在是有的在做节目，然后有的呢有的在连线，所以连线的时候比较难啊、嗯。那个我拔牙，别拔。喂喂，没有电了，严老师。喂。给我那个，不是，我说耳机没有电了，其他的耳机给我一个，或者是换个电池。涨粉丝证明主播很优秀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可能我唱过了，鬼迷心窍是不是？好，牙牙真人很漂亮，谢谢我们姐姐。这个电池也是没有电的。怎么回事？今天，那就今天就这样吧，我们就到这儿下播吧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我们依依姐，感谢海天哥，谢谢神秘人大哥，感谢丽姐，谢谢栋哥，谢谢公子哥，谢谢真然姐，谢谢宁姐、球姐，感谢开心姐、贤姐，谢谢秋冬姐、银风姐，感谢小歪，谢谢水姐、梅子姐，感谢我们人字拖姐姐，谢谢我们天空姐，感谢恋海姐，我这全是姐姐，谢谢卡宾，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，谢谢大家，明天晚上还是9点开播，希望在直播间还能看到大家哟。好啦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